第14题，日常生活中，电力公司会根据每户所使用的电能来收取电费，而电力公司使用的单位是度，来计算用户消耗的电能。请问十度电代表下列何者？一度电是1000瓦小时，我们的瓦就是功率的单位，功率呢是花了多少时间所产生或消耗的能量有多少，时间的单位是秒。能量单位是焦耳，功率单位是一瓦，所以呢，所谓的一瓦就是一秒钟产生或消耗一焦耳的能量。那么我们现在有1000瓦，我们花了1个小时，1个小时有60分，1分钟有60秒，所以一度电的能量呢有1000乘以3600。那么现在有10度电，所以前面要乘以10，因此我们可以看得出来，我们的第14题问我们说，请问你10度电代表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B，10 乘以1000乘以3600焦耳。